大家好，我是何洛洛。说到青春，我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，但是我会想到的就是我们音乐社的小伙伴，我们一起唱歌，一起跳舞，一起学习。有可能大家都认为我们活得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愉快，但是我们还是有自己的小烦恼。比如说我吧。因为我是他们当中最迟接触舞蹈的，舞蹈我们必须从小就开始学习，所以每次舞蹈课我都非常的痛苦。比如说拉筋，每次舞蹈课拉筋我都非常的痛，但是还是忍了下来，因为他们鼓励我，他们说，如果我不坚持下来，如果少了我，我们就不是一个整体了。所以，下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本书《谁的青春不迷茫》。下面，我就为大家朗读其中的一段。现在，每个我遇见的笑着的人，他们都不曾因为苦而放弃，他们只因扛而成长。谁不希望自己活得轻松，没有压力，一切随心？但如果你真的那样去做的话，你会发现，这个世界都在和你作对。如果有一天，你真的觉得自己轻松了，那也不是因为生活越来越容易了，而是因为我们越来越坚强。把这段话送给青春的你，希望你们不要轻言放弃。我是何洛洛，我会为你们加油的。